针对人传人，现在的这个判断是什么样的？过去曾经是有风险或者是什么，现在啊可以这么说，是肯定的有人传人的现象。实施通行证制度，所有人员车辆严禁进出。有没有发的病人？没有。没有啊。全力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全面的迎接挑战，全面的攻坚克难。大家所付出的努力支撑了道孚县的短板。就用我的压岁钱买了20套防护服，捐给道孚县的叔叔阿姨们。拜拜，注意安全。拜拜，拜拜。害不害怕呢？害怕。你害不害怕呢？不害怕。我觉得这本来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种情况下肯定只有我们亲生儿出噻，我们不能往退后噻。有省级专家担任医疗组组长，派出了华西医院甘孜分院党委书记带队的10名专家进行专业指导，采取远程会诊、中西医结合、一人一诊等诊疗措施，对患者进行精准治疗。目前看的话，疫情这个形势还是非常严峻，但是我们有信心。你口罩没有换正正，你戴是N90的哇？我们是正月初一的时候听说这边有疫情，我们就想当时就回来。作为陪都来的院长医生，那这边出现这种疫情情况下，我们肯定是应该一时积极地投入到这个战斗中嘛，大家一起加油！我觉得穿上这衣服非常有光荣。本院的一线医生的护士，他们都毫不犹豫的全部都冲上去，大家都报名，积极地报名，然后签证书，然后签了，迅速地投入到一线工作中。所有患者主要集中在麻子乡、孔社乡、格西乡、郭卡乡、瓦日乡、宣水镇、五乡一镇。在加强医疗救治方面，已协调征用县内多家的酒店作为集中医学观察区，设立隔离房458间。阿婆，我买了。你好，好，买了，真接。我们原则上是必须要隔离人员是一人住一间房子，但是的话，由于我们这阿婆的话是70多岁，岁数也大了，然后阿婆本身她也有高血压吧。我们又特别的担心，如果阿婆一个人住的话，会不会滑板啊？会不会上厕所的时候站起来会不会晕倒那些？
然后我们就安排了他的孙女儿跟着他一起住，就顺便照顾一下阿婆。但是我们也给他们打了招呼的，必须要是保证就是相对的安全嘛。我们只能说是在绝对安心的要求之下，我们还是要参照一些人性化的东西进去啊。小孩万一饿了的话，你就接着吃嘛，这个全部都是素的嘛，早上啊，他们可能还把你吃不饱似的啊。还要负责这所有隔离点上的人员的一个情绪的上面的一个情绪管理，帮他们做那种心理疏导，安慰他们，能够让他们有那种给他们传递一些正能量吧。你们全部人谢谢，请谢谢。然后也感谢在一线工作的些，也请他们保护好自己的心。为了你们老婆娃娃的安全，肯定要给我们检查的。你放心吧，我放心。回家想你不？嗯。回家想了。想了，就想他做子。想他们就给我们打电话哦。刚开始接触到病房头的病人哈，刚开始他们觉得很不理解，觉得为啥子这个病就把我们关在这里头，然后医生护士每天就穿着防护服一样的东西进来，他们觉得很恐惧。主要是这个肺炎它要传播，所以说我们要几下把控制下来。然后我们也每天跟他们讲，只要大家配合好我们医生治疗，它就是一个传染病。然后现在每个病人吃了药，也很明显的效果好。我们也希望你们早一点好，好了就回去，再过啥子就耍靶子了，春暖花开的时候了。现在对这个病哈，就不是那么恐惧，然后也很有信心的那种。暂停公众聚集活动，在重要交通站口设立联合检疫站，对来往人员进行体温检测，采取相关措施等。对无效疫症等重点区域联防施策，加强卡点排查力度，组建了228个党员先锋队，7000多名干部职工、网格员、民兵、志愿者等群防群治力量，24小时巡控，坚决落实居家要求，联防社区传播。各自发的那个各区去群众里头，这个是我送客，那点呢，我一稍微通达达跟的没去，十来个的加卡的。这个点的批数是不是让给那个没动，弄出来给那个没动，就是各自忙的事情。24小时，还有所有值班的香港部门的记者，这个点呢，各自怎么样点能够叫你选你的，24小时的你都是叫值班的。然后我们每次的工作就是消毒，然后就是分发物品，然后宣传那种。每天走两次，一次差不多要花3个小时样子。我们现在虽然站出来这样去消毒、做宣传那些，虽然增加了感染的风险，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做好防护那些的话，就没啥好怕的，就是自己的家乡要自己守护起来。全力以赴，齐心抗疫，祖国必胜。这个疫情防控当中的话，对我们帮助很大。老百姓的话，很听他们的，我们感觉到这个大学生现在，给我们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这个疫情防控方面的这个帮助。所以说的话，我为这个我们乡上的大学生呢点个赞。上外出待在家，不串门，不聚集，不聚会，不聚餐，勤洗手，常脱光，戴口罩，讲卫生。对五项疫症区域实行第一闭环区，做到严禁进出；对全县境内实行第二闭环区，做到只进不出；对邻县实行第三闭环区，严格管控。严格卡点的检查，对于全县采取的系列防控措施，全县广大群众给予了最大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不出门，
哦，好好的待在家里面，不给国家添乱。家乡的同志如此的英勇顽强，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给我很多的感动感触，也激发我很多创作的灵感。孩子他们都受不了，有时候想出去玩。中国加油，武汉加油，丈夫加油。姐，送东西的来了。组织县内三毛区的大型超市紧急储备生活物资，确保短期内市场供应，各类物资均按照人分离不交流的原则，及时向所有居家隔离群众进行配送。县乡村三级配送到我们的老百姓手中，不漏一村一户一人。扫描这个二维码，然后点全部商品。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有面粉，有挂面，有米，还有清油，还有猪肉。然后这还有一个50块钱的套餐，它是根据当前所供应的蔬菜，来50块钱给你随便配一点。你们这是猪肉啊？谢谢。快递了啊！快递了，拜拜。辛苦了。我们每天这边有个群，群里面的群主每天给我们需要啥子物资，每天都给我们报上去，给我们送到门口来去噻。昼夜施工72小时，已经完成了第二病区一号点14间34个床位的改造，二号点拟于一周内完成改造，新增38间95个床位。三病区已初步完成选点，将参照方舱医院模式设置床位，可容纳150人。大部分病人是稳定的啊，我们说现在在我们这里的病人的话，没有重症病人啊，原来有几个是重症的，通过我们合理的治疗，包括我们一线医生的一个努力，那么这个病人已经转为普通型。我衣服里面已经开始滴汗了。这也这里有个洞，看得清楚。我说阿姨辛苦了，请老师家长是不要担心。一个月都在上班给你，一直都这样子。大年初二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没休息。我们现在从医护逐渐和病人一起逐渐了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家庭一样的。上班去了，不要忙了，拜拜。然后也希望我们家人不要太担心我，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我们老大一起加油，一定会战胜这次疫情。你要走了吗？是的，今天结束了一天12小时的工作，拜拜。我会加油的，我会没事的。等到我们平安顺利的归来。我们把每天的这个工作都向省里汇报，然后呢他们根据我们的需求又不断地给我们增加这个人力和物力。我们知道昨天下午已经有第二支这个专家团队已经赶赴十几个人又重新来补充我们这个队伍了。据我们所知，第三支队伍也是在准备当中。目前已经有4名确诊患者，3名疑似感染人员康复出院，集中隔离点已有53名人员成功解除隔离，充分证明这次疫情是可防、可控、可治的。他们都说的是晚上有点冷，就我们也就挨着去敲门，
我看90多个房间，挨着挨着靠面就拿了本子去，哪些需要加被盖，哪些需要加那个电暖气，那些挨着挨着，那个固定以后就是再就我们用挨着挨着他们的要求来给他们去满足这些。这就是我们平常开展工作的，跟大家吃饭也好，这个还是住台上那些都在，就在这个屋子里面。比如说有时间的时候，想休息一下的话，都在这个里面休息一下。你要吃啊？好好好，你们别少出门啊。好，再不着。好好好。你上班辛苦了。啊，爸爸拉工作应该的嘛啊。我们都想你了，爸爸也想你们啊，好好好，好好好，拜拜，好，拜拜。今天的工作告一段落了，希望下班也睡个好觉。特别是啊，这一次突如其来的这个疫情啊，给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和影响。所以，要完成今年子全年的目标任务，可谓是困难重重，压力山大。下一步啊，就是在防护好自己的同时，有序地开展我们的春耕、备耕生产。如果我们继续采取这种比较严格的防控措施，我想，在接下来未来的一周到两周之内，我们可以很快的看见这个疫情的下降和这个形势的好转。我们尽快安排，你演示如果是阴性，你我们安排出院了。哦，快点快点去。出院了你就肯定到时候统一管理。麻烦你了，麻烦你了，辛苦了，好好呀。Dawu County,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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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wu County, 吉祥！没一个冬天不可逾越，也没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我们坚信，有中央、省、周围的坚强领导，有社会各界的耐心支持，有广大干部群众的众志成城，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一定能够全面彻底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阻击战，天明。这是的嘞。